婦鄰社交接儀式正式開始。而家請九龍塘婦鄰社現任社長 Raymond 將社長帶卸下，交俾 DG Wilson。現在請 DG Wilson 將九龍塘婦鄰社社長帶交俾 DGE Eric。好，跟住請 DGE Eric 將社長帶成全俾下屆社長 DPE Leaf。恭喜曬，好，交接儀式順利完成，多謝各位。請各位以熱烈掌聲歡迎九龍塘婦鄰社2020至2021年新任社長呢。現在有請 DG Wilson 為 P Raymond 扣上 IPP 扣針。好，恭喜曬。再請 DGE Eric 為 P Leaf 扣上 P 扣針。現在有請各位留步，一起大合照。好，一起